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山的坡怎么画。像这一对都是坡，这个是坡，这个也是坡，那这个也是坡，挡掉了，挡掉了。这个坡呢，它有湿坡，有土坡，这个是土坡啊。你看这个是湿坡，湿土的坡。现在我来演示一下，看这两种坡怎么画。下面我来演示一下。土坡跟湿坡，怎么画？土坡呢，一般是采用皮马村，湿坡可以采取斧劈村、大斧劈村、小斧劈村结合画，再一个这带村都可以的。用长锋先勾线，这个长锋呢，我的特制笔里面有大中小，你根据画面粗的你用大一点的，画面小你就用小一点的，先把这个土坡勾一下。我现在先画一个湿坡，湿坡，湿坡的坡。可以，这带村，你看这个就是这带村。注意石缝上面，要把石头的结构，画出来。这是坡。上面这块坡，我就印什么？用斧劈村来画。斧劈村，
我用皮毛冲浪，这是皮毛冲浪。皮毛绳子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它又长又短，啊、嗯！你看我现在画很多短的皮毛绳，这里画些树，这里有泉水出来。Thank you.
就是坡，不要画成山啊。它这个坡跟山啊不一样的，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它是坡，它不是山。这边是石头，这边是土的，有植被的啊。所以我这边采用了披麻绳，这边都是石头的啊，你看，这都是石头，对。你要画的精细一点，就再继续加一加，加一下工，把这乘法搞得明确一点，啊、哦，搞得明确一点。水等你出来，也差不多了。这就是坡的画法，坡的画法，这里几个。